准备出门了，好了，我已经到中正纪念堂了，而且我发现有樱花耶，好多妈妈们在拍樱花，树好疗愈哦，好喜欢树，这樱花好粉，好像只有看展览才会来这边，就说我比较喜欢夏天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天气好就会想要出来走一走，不然有时候假日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觉得你已经忙了一周了，假日你就觉得哦，就是想要在家。跟我跟志伟很妙，就是我们两个很爱在家的感觉，然后放松的感觉，可是就是还是会想要出来拍拍照，一下子也好，有时候去个咖啡厅啊，人家说哎，在家也可以喝咖啡啊，外面一杯一两百块，是这样没错。可是有时候去咖啡厅就是一个氛围，就是去享受它的氛围。看，我们觉得出来心情就很好，就会觉得哦还好我有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喜欢早上运动就是这样，运动完我就会要洗澡，然后洗澡完就会觉得要化妆。觉得化妆对我来说是一个仪式感，没有化妆就觉得我这整个人没有醒的感觉。化了妆就觉得哎，是不是要出去一下，中间不知道在整修什么。但我现在是要从哪里进去，哦，在那里，之前来这边的时候中间还好多鸽子哦，就是小朋友会追着鸽子跑，但鸽子其实走近看觉得有点恐怖。我们要去那边啊，今天要去看达利展，而且我是有买那个导览的，我第一次买导览试试看，因为每次都觉得我去看画展，然后就看一看，然后看五分钟，然后不知道看什么，就觉得哎，好像带那个导览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画家，而且达利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，我就觉得感觉是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内心哦。哦，天空好漂亮，有很美哦。每次看到这种老式建筑就觉得好想要活在古代哦，虽然说古代的女性都很可怜哎，但是听说唐朝的女生不会，听说唐朝是女权至上，我在路上看到什么帅哥我都可以说我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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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哎，但就是觉得那种宫廷生活好像也蛮好的，宫廷生活也有阶级制啊，就是也是每天上班啊，很有意思。我最近在看一部叫什么《上食》，是在讲就是明朝时代的吃膳煮饭的，拍得蛮好的啊。礼拜一好像来这边看表演，第一次要来这边看表演，是那个子怡哥哥约我们来看他演的舞台剧。好了，继续朝那边前进吧，我要享受一下了。其实拿这个就要记录啊，手酸，就是要看这个。直到4月13而已。哦，这边有比较粉的樱花哎、欸。我好像比较喜欢粉一点的樱花，但其实网络上有写，就是樱花、桃花、梅花三种，好像有点像，有点难分。但是这就是偏梅花的颜色，好喜欢哦，蛮多的、欸。我之前就买好它的票，所以今天就直接来领就好了，还要领导览。好了，我现在借好机器了，但是因为里面不能录影，所以我就要自己一个人享受咯。而且我人在看那个钟，我第一次在纪念品店想要买东西，结果没有。那这袜子也蛮可爱的，可是有点贵，要490。袜子也很 Q， 看着这个钟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还有这个，我
超可爱的，然后是6.80，买了应该会被小嘴咒。嗨，大家，我看完了，第一次的体验用导览，感觉非常好，觉得大家一定就是看展览的时候还是要住。它很好哎、欸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我第一次用，有人用过吗？就是你看，假如说你走到第一个画作，你就按一，然后它就会开始播，然后走到二就按二。很棒啊，也就是你对画作就会有很多的了解，然后现在看完要拿去还，我是买套票，所以那时候比较便宜。好了，看了一个小时，刚刚本来想要买里面一个那个融化钟，超可爱，可是没货，好哭哭哦。我发现其实我好像是看2个小时、欸、今天好像没有昨天那么太阳那么大，那好多人在这边chill。在想我现在要去哪里？哦，太阳出来，好舒服，晒着我的背，暖暖的。志伟说他刚结束外景，他有在讨拍拍说，好可怜哦，很冷又很饿。我说你赶快回来，我看你要吃什么我都买给你吃。但他突然外景，应该就是赶不回来吃晚餐，我等一下就自己吃啊。我想到了，我想要去喝一杯黑糖牛奶。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咖啡厅，黑糖牛奶很好喝，然后就可以去吃晚餐了。好了，我现在瞬间移动来到咖啡厅，走的有点累，补课。我刚刚就是说，其实它的重乳酪蛋糕很好吃，但是有点偏贵，所以我今天不点，今天就点它的黑糖牛奶吧。结果我还是忍不住点了海盐花生蒸乳酪，只要有海盐的我就会好想点。它可以选冷的或热的，我第一次点冰的喝喝看，他说喝之前要搅拌，但是我都没有搅拌，我就喜欢喝吃它那个烧烤焦的那个黑糖的味道。然后我现在要来研究我的紫微斗数了。他平常这边人都爆多，就是吃饭时间，我想说赶快趁他一开就来。刚刚在咖啡厅也坐了2个小时吧，就是看看命盘啊，研究一下，然后想了一下刚刚的画展，就是虽然我对画真的是不了解，就是不懂那一块领域，可是就是看了心情好。我觉得达利说的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。他说我跟一般人的差别就在于我是疯子，可是我跟疯子的差别在于我没有疯。而且他好像是金牛座，真的很喜欢这种有才华然后又很疯癫的人，因为你跟志伟有点像。而且达利啊，他不只是一个画家，他很喜欢科学，所以他很多画就融合了科学。可是他那个互动展我还是有点看不懂，他就说哎、欸，你先看那幅再看那幅，然后会看到有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我都看不出来。哦，还有讲到他的老婆卡拉，就是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有时候自己生活机遇就会被套到，不管是偶像剧啊、画啊，或是甚至就像我说的他们的关系上面，就有点像我跟志伟。他说卡拉，他一生都没有任何他自己的作品，可是他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家，就是他跟很多艺术家都有联络交流，然后会跟着达利到处跑啊，有点慧眼识英雄的概念，就是帮着达利很多事情啊，当他的经纪人啊，我都觉得是蛮有意思的。他们就说达利的作品其实有点像可以冠上卡拉的名字一样，就是卡拉达利的概念，就是融在一起，但两个人却又是不同的个体，达利有达利的思想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关系真的是很棒。就像我跟志伟也是同样的概念，这两天他去外景，山上的时候都没讯号，他就会消失。可是他就知道他在工作，然后他有讯号的时候会报平安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就觉得是一
个很协调、很和谐、很互补的关系，就是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。准备吃饭喽。它就是一个定时的概念，很奇妙吧？我其实之前不吃白饭大概有十年，真的十年有，就是从我高中到出社会，真的是到这几年，我跟志伟在一起才开始有吃饭，就是他会说，你要不要跟我吃一碗饭，才慢慢开始有吃。那真的也不是减肥什么的，就是我还是会吃面哦。我也不是不吃淀粉，我很爱吃面。我以前真的是全家要开动的时候，我爸妈都是拿一个空碗，他们已经习惯，就是我就是讲不听就是不吃。但是现在我都会说好啊，给我一点饭，我爸妈都很惊讶，感谢志伟哦。好了，我开动了。Hello， 快不来上来的詹吉马吉，詹吉马吉 ，recalling，recalling， 还是 say 了。有詹吉马吉啊？对啊，詹吉马吉，他们都好吃。我刚才在看东西、啊，好多东西哦。我上电视好可爱哦。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女儿？她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死回来了，废物！你不要一玩就在那边吵好不好、啊？冲一下就嘛，冲一下下电了。那你不要在我旁边用。冲一下马上用，喝一下蛋白。走开。高蛋白，这几天蛋白流失量很高。你不要一玩就吵好不好？